好，这张地图就是打张角那张地图哦，然后就一路往前冲，然后刷那个青衣酒杯，这样子就不用带援军去打龙敌人了。 换龙敌人太花时间了，就刚才没有跑得很好，有时候都被打到，这边有的时候又被砍，然后其实你可以再跑更快一点，用那个水属性的法术，你可以增加移动速度，然后这边爬上去。 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好，这边有一个楼梯下去，这边有个敌人，先把它解决掉。不然你要开宝箱可能会被打到。好的，打完之后，这边有宝箱，把它捡起来，里面就一个青衣酒杯。好，就这样刷，青衣酒杯一次可以升到三到四等的友谊哈，可以用这个方式最快。 也最好刷了。好，红金，给我你的套装吧。翡翠之，不不不不，对，它有饰品吗？没有，它没有。好，为什么我充完红金的套装，我脚那么开？ 不公平啊！我也是女生啊，啊，为什么人家是这样子，人家有臀部线条啊，我没有，我是我捏得太烂吗？到底不公平啊！好了，就这样。可以刷青衣酒杯，快速增加好感度，送你套装。